没想到我吃过最好吃的棒棒糖居然是用肉做的。牛肉买的不够大块，就把它对半切开，把肉质敲到松软，煎几片培根，黑胡椒抹匀入底味，铺上芝士片，还有煎好的培根，捣碎一些坚果备用，撒上新鲜的欧芹，一定要加点坚果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柠檬屑也来一点，尽量的卷得紧实一些。用土蝠结把肉绑紧，第一遍把肉煎至定型，表面要煎出焦褐感，美拉德反应，边角也不要放过哦。从板线的中间把主签穿进去，切成薄厚均匀的肉片，你们看是不是超像棒棒糖的？融化一块黄油，直接放上去煎，不用担心芝士会化出来。再撒上一点黑胡椒调味，简单的摆个盘，卷起来的牛肉煎得刚刚好，肉汁都被牢牢地锁在其中，每一口咬下去的口感都超丰富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